我都想要。下个月想吃土了。速度，这个才够劲儿。没错。绿色环保难道不考虑了吗？没错。动力持久才是关键。对，要持久哦。柴米油盐可是最贵的，这都会不符合我臀部的线条。这车灯跟我今年气场不符。这轮子影响我今年桃花运，到底选哪个好？我这叫讲究，你懂不懂？选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选选这个，选这个。我要，我都想要。哇，神奇啊！太神奇了！嘿，美女，交个朋友吧。上车，带你去兜风，朋友。